前往泰国的行程。 而在马来西亚掠夺案日益猖獗，在吉隆坡，一名60岁的妇女被劫，闭路电视拍下的录像显示，劫匪的胆子越来越大，而且更加暴力。60岁的受害者罗斯玛丽星期四早上大约7点钟在吉隆坡曾江一带的住宅区晨运后，在回家途中察觉有两名男子尾随，她接着跑回家并高喊邻居的女佣打开铁门。这时，受害者为了逃命爬过铁门。令人震惊的是，手持八棱刀的劫匪也毫不犹豫地爬过铁门来干案。 受害者说，劫匪把刀搁在他的脖子上，大声叫他解开项链。他当时只能让劫匪得逞，但要求劫匪不要伤害他。劫匪最后抢走了两条项链和2个手镯。警方在获取闭路电视画面之后，已展开追捕行动。警方说，受害者是在事发当天中午才报案。 下一则新闻还要告诉您，欧元和英镑汇率下跌，有人卖掉在欧洲买的名牌手提袋，小赚一笔。台湾网友买到仿冒名牌面膜，用后脸部红肿，至少100多人上当。